所以我们今天有给各位一个那个，我抱歉，因为我是给各位制的啊。哦，那有没有？对对对，他们有一个叫做那个什么什么降级，他们有一个这些有录音的连接，我们找之前那个附件，外拍的连接就 OK 好，还有这些外拍的，好，对，都附近拍了，那是上次的给你。掌声，各位来宾及媒体朋友，大家上来，大家好，欢迎参加台铁磁场号彩绘东铁道日光 Special 黄金列车的交棒仪式。那么黄金列车呢，从去年九月开始行驶在台铁的这个路线上开始呢，立即吸引了大批的台日铁道朋友相互的追火车的风潮。那么这一股追火车的风潮呢，同时也带动了这个台日铁道观光的交流，包括我们进行了台日铁道的集章活动，还有票证的免费的交换。那么特别是呢，这辆象征着活力跟朝气的黄金列车，它除了呢象征了台日之间呢，就是特别从双铁之间的友谊热情之间之外，更在它每次的出现的时候，都总是带给我们所有的旅客满满的惊喜跟回忆。那么今天呢，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呢，请允许我为各位介绍几位在场的嘉宾。那么也请介绍嘉宾能够起立向我们的与会者挥手致意。那首先为各位介绍的是东武铁道的铁道事业本部都竹峰部长，欢迎都竹部长。紧接着为各位介绍的是东武铁道台北分公司木下秉承总经理，欢迎木下总经理。介绍是我们台日铁道观光交流协会的会长伊藤一吉会长，伊藤桑。
请接着为各位介绍是台铁局何宪麟副局长。今天我们介绍是台铁局行政处黄振道处长。那么首先呢，那我们让我们来邀请我们何副局长来为各位致辞。这个东吴的部长哈，还有台北分公司的总经理，还有从日本来的这个各位贵宾哈，我们媒体先生小姐哈，还有在座的各位贵宾、各位同事哈，大家早，大家好，那非常高兴哈，也欢迎这个东吴铁道这个贵宾哈，能够在台铁这边来办这个交办的仪式了哈，那首先代表台北欢迎台铁局欢迎大家了哈。那这个两，哦，还有翻译哈。はい、まず本日はお忙しい中で東部の本部長さんと台北事務所の木下さんとあと日本から遠方からわざわざいらして来たゲストの皆さんとメディアさんの皆さん、こういうふうに、ご来場いただい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特に東部の、関係者らがこういう場の式に、日本から来ていただい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と大家应该记忆犹新了、我们是从104年12月18号正式跟东武铁道这边签署友好协定的哈。啊，可以讲长一点没关系。啊，这个同时在那一天，我们也是第一次在那104年是用贴纸的方式哈、在台铁在士林车站嘛，啊，日本是在浅草车站这边，就同时在列车的对开嘛哈，鸣笛开车啊。那这个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活动啊，哈，来这期待我们这个两方的友谊的开始了哈。那在去年6月是东武铁道就特别，在将一列他们的200系的2000号特急列车哈、把它改装成跟台铁局的普悠玛号。那台铁这边呢，在去年的10月份同样又把我们的 PP 朱祥号哈，那仿照东武。铁道是日光一的 special 列车哈，都黄金列车了哈。那两个列车在像两地这样的营运中之下，也造成这个台日旅客的追火车的风潮。那可以说这个在带动了这个这样移动式的一个漂亮风景。台湾鉄道と東武鉄道は、本当は、2015年の12月18日、台湾では樹林で、日本では浅草で、友好の締結を始めて、お互いの列車を、運行し始めます。特に去年の6月に、東武鉄道は200系の両毛号の特急列車に、台鉄の車をラッピングしていただきました。で、台鉄の総合友好関係を表すため、昨年東武鉄道の黄金列車の、日光モーテスペシアを、地高号にラッピングして、でこういう、去年から10月3日に走り始めました。でこういうふうに日本と台湾の観光客ともに、こういう列車を追いかけてるブームを作りまして、こういう移動式の景色を、見させるのがブームになってます。那台铁今天这黄金列车 PP 黄金列车今天我们还是去营运的哈，那明天回来以后我们做一个整理以后哈，我们大概最后再跑有两个地方，就是这个4月16号哈，那个这个5202处哈，从台北4点16分开车哈，那会开到福隆哈，那这边今天最上去的主要目的是要配合这个新北市政府，就是2017年新北铁道马拉松接力赛，好，那都这样。那当天在那边也会在福隆10点35分啊，那我又开回7点，那会在整个过程中去配合这个马拉松赛的追火车的一个活动啊，这应该是会，应该说这样，欢迎这个东武这边也一起参与，好像也有参与嘛哈。那这个车子在5月17跟18会再跑高雄一趟。
那五月十七是一七，哎五哎五月十七，哎四月十七哈，四月十七不好意思，四月十七这个一七次哈会从台北十点开车跑到高雄，那当天会从高雄这个大概五点三十八分一三八处又回来台北，那完了以后我们就去做卸妆。那这卸台铁这边的卸妆完以后，其实说我们今天把这个棒子交给这个动物这边啊，那其实他动物的日光浴 special 这个那时候会继续在日本奔驰啊，说这今天我们办这个活动的最主要目的，那这个是象征的，就是我们把这个友谊的历久弥新，然后继续的迈向传承下去，那后续可能还有跟其他活动会再继续推动这样。台湾鉄局で走らしている、地球号の黄金列車は、4月16日に、朝、フーロンから向かう、黄金列車がありまして5202号の、列車がありまして、でそれは、新平市のマラソン、東部車も、一緒に参加していただくと聞いてるんですけど、一緒に、イベントをやって、最後に、4月17日に、台北の1174号で10時出発で高雄行きで、17時38分から、また台北、高雄から台北に戻ってきて最後のフィナーレとなりますが、これで本日の記者会見も、こういうふうに、台鉄の黄金列車のマッピング列車の運行を終える際に東武鉄道に、バトンタッチして、東武鉄道の黄金列車、日本モーテのスペシアは日本で走り続いていただき、この日台両社の友好を末永く象徴として式を、開催させていただいております。那 今年是一个特别的年，那台铁是130岁，那东武铁道是刚好120岁，那为了庆祝我们这两个铁道公司加起来就超过200岁，所以我们会在这个台铁这个双方，我们在推一个什么200年铁道串起台日友谊纪念的之美丽时光征文征照片的活动啊，啊，都是详细的部分，我们等下我们黄处长会再各位报告、啊、那我们说这样子，为了庆祝这个活动，台铁局这边我们会提供130份的礼物。那我们台铁的礼物是我们就是百年铁道黄金列车活动的一个提带了。那东武这边更提了更特别的奖品，他提了120，他120年，他提120份的这个奖品，那是东武日光4天3夜的桌游券，那价值应该是1000多块，要不回台币，我想台币是日币哈，希望各位踊跃来征稿，那也希望媒体这边都给我们先导了哈，来把这个活动能够再能够炒热，所以我刚才报告就是这后续还这个车子还会出去跑，还有试探嘛，那会大家会再去追一下这个，把它最美丽的相片，把它大家能够铺在这网络上，还是来向我们这边征稿啊。那最后在这边也谢谢这个东武的这边的贵宾，还有各位媒体人，也谢谢大家，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だから両鉄道のこういう緊密な交流とともに、こういう、鉄道観光、今回のイベントは2つの100年の鉄道の、対日友好の記念、こういう、写真と文章を応募するイベントを開催していただき、で、黄金列車あと2、3回ぐらいも走らせますので、メディアの皆さんに、大きに PR していただき、これから写真撮り始めてもまた間に合います。で、台鉄は、その記念のいい130周年なので、130号の、バッグを、特別記念バッグを、プレゼントとして、で東武鉄道は、3泊、4日3泊の、パスも、商品になりますので、これかなり高価な、プレゼントになりますので、ぜひメディアの皆さんにも PR していただきます。で最後にこういうふうに、対日の鉄道の交流と、こういう部分をさらに、皆さんのご協力をいただき、大いに、頑張っていきたいと思っています。
致辞，谢谢。皆さんこんにちは。大家好。東武鉄道の鈴木でございます。我是东武铁道的督主。本日は、台湾、鉄路管理局課副局長様、ご多忙のところこのような盛大なセレモニーを開催していただきまして誠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また台湾鉄路管理局のすべての関係の皆様に厚く御礼申し上げます。そして、メディアの皆様、多くの皆様がお集まりいただきまして誠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今天非常感谢台湾铁路管理局的何副局长在百忙当中举办这么大的盛大的典礼，同时也感谢所有相关的台铁的同仁为我们这次来准备这些活动，然后也感谢今天所有媒体朋友在百忙当中抽空赶过来这个仪式。さて本日は台湾鉄路管理局さんにとりまして創立130周年という記念すべき年をお迎えいただきますことを心よりお祝い申し上げます。首先在这边恭喜台湾铁路局管理局130周年庆。弊社も本年は創立120周年を迎える年でございますが、偶然にも同じ区切りの良い記念すべき年にこのような取り組みができますことを本当に嬉しく思います。重ねて御礼申し上げます。而我们东武公司今年也将迎接120周年，或许这是偶然的巧合，但是刚好都是我们台铁跟东武铁道值得纪念的大年度，所以感到非常的开心。那在此也感谢各位。本日は昨年10月3日から始めました弊社の黄金色の日光モデルスペーシアにラッピングをいただいております。台湾鉄路管理局様の黄金色の自強号が新兵士鉄道駅伝マラソンを契機に一区切りをつけ弊社にバトンタッチしていただくことになりました。今天我们是从去年10月3号开始台铁行驶的自强号变成那个我们日光翼的 Spacia 这个黄金列车，然后我们将在新北市的追火车马拉松接力赛活动之后，台铁的黄金列车会即将卸妆，因此今天交棒给我们东武。おかげさまで、弊社の黄金色の日光モデルスペーシアは幸運を運ぶとも言われている特急列車として、人気を博しているところでございます。本日ここに、台湾鉄路管理局様のバトンタッチしていただきますので、弊社の黄金色の日光モーデスペーシアをご利用いただき、歴史、文化、自然、伝統が豊かな栃木県の日光鬼怒川にお出かけいただければ幸いに存じます。我想托大家的福气，本公司的黄金列车日光翼スペーシア，听说是会带来好运的特急列车，所以也相当受欢迎。然后也今天借由台铁局交棒给我们，希望将来更多的旅客可以来东武搭乘这个日光翼スペーシア号黄金列车，然后到我们这个深具历史、自然文化传统的立木县日光鬼怒川温泉来观光。結びになりますが、引き続き台湾と日本の交流が鉄道を通してさらに深まるよう取り組んでまいりますので、皆様のお力添えをお願い申し上げ、私の挨拶と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本日は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谢谢。能够更加深友好的关系，也期许各位给予最多的协助与指教，谢谢大家。谢谢督主部长。那我们相信呢，这辆是带有这个好运跟朝气的这个黄金列车，一定会持续的呢来为所有台日的这个旅客呢来做服务。希望他们的出现呢，一定会呢带给满满的欣喜，然后带给旅客所有满满的惊喜。
那么呢，如同刚刚我们两位长官跟我们报告的，就是今年是台铁的130周年，东武的120周年。那另外呢，就是这个黄金列车的卸妆，因此我们今年特别的举办的一系列的这个活动。那我首先是不是可以请我们行政处黄处长来为我们做一下说明，这一次两个铁道百日友谊的征文征照片的活动的办法。各位媒体先进哈，那今年是从我们这个双铁百周年的这个黄金列车的活动，那么我们推出了这个这个活动办法里面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征稿活动是从这个明天开始到这个5月14号，为期一个月的时间呢，那就是所有的这个这个铁道迷或者网友啊，所有的民众，那针对这个有关我们这个动物铁道的或台铁的任何铁道的一个相关的事物的照片呢，或者贴文，比如说啊吃便当的一个状况，或者是这个黄金列车的这个照片呢，你放在我们这个泛台铁的这个网站，或者是东武铁道台湾的网站上呢，那我们就是在这经过这个5月15号的时候呢，我们会抽出呢这个这10位的安葬的部分呢，有10位黄金列车的迷你模型啊，有10位可以获得。另外呢，第二种奖的是双铁120、130的奖项呢，那东武铁道抽出45名，那赠送东武铁道这个4天3夜的周游券，那一名有2张哦，不是只有一张而已哈。另外呢，我们台铁的部分呢，抽出是100名的赠送这个百年双铁的这个列车活动的限定版的纪念的皮带。那另外还有分享奖，也就是说你 take 你的两位朋友，那你同样也可以得到相关的这个纪念票跟我们的医保袋的这些纪念这个奖品啊。这个以上就是大概我们简单的一个活动的一个办法跟活动的奖品。好，谢谢处长，你先稍息休息，那我们请我们两位参与的同仁来为我们展示一下我们这次所提供的这个非常丰富的礼物哈。第一个呢是我们这个台日亲善交流的这个医保袋啊，医保袋非常的时尚哈。而且这个内容是相当 的大哦，价值非常的高。OK， 好，那紧接着呢，为我们介绍的、为我们展示的呢，就是这个东武铁道他们特别推出的、他们特别准备的这个 special 列车的模型，哈，还有这4天3夜的这个票券。好，谢谢两位。那么紧接着要再继续请处长来为我们说明一下台铁130哈，从这个月开始要展开一连串的活动哦。最重要就是要唤起我们台湾的民众呢，对于台铁如何去影响台湾的这个经济跟社会的发展的记忆。那请处长呢来继续为我们说明一下我们这个广路的暖身活动。今年呢刚好是逢我，今年刚好是逢我们这个，我们台铁130周年的这个庆祝活动。那么我们从今天开始呢，就进入所谓的一个暖身活动。那我们这个暖身活动的名称叫做列车进站中。那只要各位这个朋友呢，在我们的这个放台铁的粉丝网站里面呢，就是你这个在留下这个贴文，就说这个台铁130岁生日快乐，然后 tag 你的姓名呢，从6月9号到6月11号。那我们一起到台北车站去庆祝吧。那你只要这样的一个贴文之后呢，然后我们就会抽出这个在4月30号呢，我们就会来抽出这个普悠玛这个回力车组呢，是这个车组，然后是15名。那后续我们还会相关从5月、6月有相关的这个系列活动会出现，也希望我们这个民众呢跟我们一起来这个庆祝我们这个铁路130周年庆祝活动啊。以上简单的跟各位媒体先进来做个报告。谢谢，我们谢谢处长为我们的说明，要我们的请特别来为我们来展示一下我们这个普悠玛回力火车组的一个样式。那这个普悠玛回力火车车上，在所有的不管是来到台北车站的朋友呢，都非常的喜欢哦，因为它可以跑得非常的快，不管是大人或小孩都是很喜欢的这个礼物。因此呢，赶快我们邀请所有的朋友呢，赶快到我们的网站上 FB 啊，我们台铁的放台铁上的 FB 上面呢，去玩这个游戏，然后截图之后呢，然后再把它放在我们的网站上，就有机会来抽中这个桃李，抽中这个大奖。谢谢。好，谢谢我们的参与同仁。
那么如同刚刚我们长官所说，我们台湾的黄金列车就即将要卸妆，但是呢黄金列车的生意呢并不是就此就结束，叫做就此消失，因为我们要请更多的台湾朋友呢一起到日本的东部铁道路线上来追火车。那现在我是不是可以邀请我们何副局长以及我们督促部长来上前来为我们进行一下这个交棒的仪式哈。那等一下呢副局长，副局长等一下您有没有工作哈，我要等一下我邀请所有朋友从三倒数到一的时候，你要把你靠近你的那个铁环，靠近你的这个铁环哈，然后交给我们的这颗这个铁环哈，交给我们的督促部长哦哈，交给我们督促部长。好，那我请现场的朋友跟我一起交一口，交一口，对，一个就好了哈。那我请现场的朋友跟我一起从三倒数到一的时候，副局长记得哈，您的工作就是要把这个交棒哦，要交棒，准备交棒了哈。好，来，三二一，请交棒，掌声恭喜。好，我们台铁的黄金列车呢，即将呢在这个东武的穿过这个东武的 Special 列车呢，继续在东武铁道来进行这个行驶。好，那我们这时候可以请我们两位参与的同仁哈，继续帮我们拿着我们的医保袋以及我们两项好礼哈，一起来进行合照。我们要邀请我们更多的朋友，记得哦，我们这次交棒的仪式之外呢，记得要到我们的台铁的 FB 以及东武台湾的 FB 上面呢，来参加这个征稿征照片的活动，为我们两个百年铁道串起台日的友谊纪念做一个最好的一个展示。好，我们邀请你们看一下前方摄影机。好，看一下右前方好吗？好，请所有朋友，督促部长要给帮忙右前方。好，来，我们看一下左前方。好，看一下左前方，看一下左前方。好，谢谢。好，我们请所有长官请回座哈。那刚刚我们的副局长也跟我们报告了，对不对？我们台铁跟东武的友谊可以回溯到是前年104年的四月份，当时呢，双铁呢各自在日本的浅草车站以及台湾的树林车站，以东武的火车以及普悠玛火车来做一个友好的这个贴纸标示，来象征我们重要的协定开始。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哈，这四次的这个交棒的这个过程哈，这彩绘火车的交棒过程。那么首先我想请我们黄处长帮我拿着这个普悠玛号的火车头，张贴台湾铁道与东武铁道姐妹缔结的这个标示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标示在这个地方哈，在这个地方。好，那紧接着呢，我要请木下总经理来担任我们的第二棒，因为呢，接下来是我们东武铁道羊毛号特急列车才会成台湾的普悠玛号哈。好，那么现场来宾，你们要不要跟我一起猜看看我们第三棒是哪一个列车呢？好，没有错，就是我们的台铁自强号才会成东武铁道 Special 的列车。好，我想请副局长来担任我们的第三棒。好，那刚刚有跟大家报告了，对不对？我们的台湾黄金列车即将卸妆，但是没有关系，黄金列车将继续持续为台湾来服务，台日的旅客服务。所以我们请督促处长来为我们接下第四棒。好，那等一下，我想请除了长官一样，从三倒数到一，将您的铁环交给您左手边了哈，左手边的这个伙伴哦哈，交给我们今天所有人都是接力赛者哈。好，来象征我们台百年的铁道友谊历久弥新使命传承跟迈向未来。好，一样，三二一，请交棒。是，对，请交棒，交棒。好，一样，我们请说，请掌声。好，请说，赶快来看一下前方摄影机。好，一起看一下右前方好吗？好，来，我们一起看一下左前方。好，那我们紧接邀请更多的长官来，我们请这个处长彭处长彭副座啊，以及站长啊，还有我们一豆桑一零一警会长来，一起我们加入我们这个大合影哈。好，一豆桑一豆桑一豆桑。好，那我们请一豆上刚加入，还有我们站长刚来，好，我们比一个什么加油的手势，好不好？我们一起比一个，再过来一点，好，我们全部向右边移，向右边移，好，向右边移，好，也向我们请两位贵宾，好，我们比一个加油的，因为我们就是继续加油，持续加油，对不对？好，持续加油的哈，比一个手势，好不好？来，好，三二一，请加油！好，来看一下前方摄影机，好，一样看一下右前方好吗？来看一下右前方。好，看一下左前方。好，掌声恭喜我们今天交棒仪式的成功完成，谢谢，谢谢我们的主持人、主贵宾。
上点读好吗？好，我们媒体朋友可以请上前了。联话联合财报。报联合财报。